大家好，大家好，我的名是 Dr. 李，李博士，我来自大三角北马，现在我是在南马，我住在基隆，现在柔佛州的基隆，然后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英文课程，你也可以在 YouTube 跟我我的 YouTube 就有超过1000个 videos教你怎样用英文语法、文法、单词或者它的造句结构。那如果你到我的 TikTok 去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我在 TikTok 那边特别是教这个讲英文的，这个是比较偏向书写的。那一共我呢有30课，现在是第19课，所以还有11课呢，我就会主持我的直播。所以那时候呢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呢都可以问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已经放出去了，在我的这个 Facebook 呢我已经放出去我在这个2022年，也就是今年的年尾12月，刚好有假期，所以在这个长假呢，我打算到吉隆坡，到吉隆坡呢去开课程。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跟我联系。然后呢，如果你是来自别的州，比如马六甲或者是圣美兰还是其他的州，那你可以如果你有足够的班，能够你能够筹备到，那你也是可以联络我这样子。那你给我你的题目你们这一班的人想学什么，那我就可以过去那边跟你分享。OK， 我本身呢就是有这样的计划啦。OK，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讲跟写都是，如果我们讲英文，比如我讲 Johan was punished because he did not do his homework， 如果我只是这样子讲的话，你其实讲得对呀，没有问题呀。但是当我讲的刚才这个造句我写出来这样， Johan was punished because he did not do his homework， Johan 被处罚， was punished， 当我们有一个 was后面有 ed， 我们叫做 past participle， 它是用在被动词，所以变成说 Johan 被处罚，因为他没有 did not 做他的功课。哪里错？讲你看不到，所以我就有讲过，你会讲不代表你会写，你会写不代表你会讲。所以讲啊，你觉得是对呀，这样子讲对呀。但是写呢马上就看到错了，因为呢当我们用 because 的功能， because 是一个介词，所以我们不能够有这个逗号，所以是没有逗号的，就直接讲 Johan was punished because he did not do his homework， 没有这个逗号的，没有逗号的。然后第二题呢，所以变成呢这个造句是错的，这一个造句是错的因为我还要用到这个练习，再等一回我主持国文版，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写多一遍，所以变成说 Johan， 我写小一点呢 punished，没有逗号的 because he did not do his homework， 这样子呢这个第二题的造句呢，这个第二题呢就变成是对了。 OK， 这个是对了，是对的。 He was very thirsty, he drank 2 bottles of water，
如果我这样子讲的话，你绝对讲，哎，是对的。他很口渴，他喝两杯水，是对的。尤其是如果你是读华语的人，华校生啊，就是你的背景是华语的话，你更能够接受。如果有一个逗号，因为我看到，我看到学生哦，还是写华语的人哦，他写华语的时候啊，哇，我觉得我觉得很惊奇啊，很奇怪哦，因为他写很多很多字华语哦，哇，很长很长，写，到最后啊，很多个字啊，大概圆圈这样，一个句号，哇，那个造句好长好长，一直写，一个圆圈。如果是英文就不可以，英文哦，它只要有，这个主题跟它的那个 predicate 就是它的故事，就是说有。有人、东西、动物、地方，有一个动词，你呢就要放一个句号，因为它已经完整了，你再开始新的一行。而华语不是，好长好长哦，那一个圈子啊，这样子，所以英文不可以，所以这一个造句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 he was very thirsty 已经是完整的造句了，所以你必须放一个句号。He drank two glasses of water, 句号。而这个 H 呢必须是大写，所以这样子才是对的。当然你也会考虑到我要写很长的造句，可以吗？可以。加一个 so, so 就是一个介词，两个造句变成一个。那个逗号你就不需要丢掉，你只是加一个 so, 就是讲呢，他很口渴，所以他喝两瓶水。这样子就是对了的 ，OK 啊，所以给大家知道一下，讲跟写是不一样。讲的时候你肯定听到也是对的，写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看到的，你这样的写法是不对的。OK， 好，就是今天的课也教完了，这样子我现在要跟大家讲，我写了这两本书，一个是 Book One， 一个是 Book Two。Book 2呢有国文的，它是双语 Dui Bahasa， 就是说有英文啊跟马来文的，而这一本全全是英文。然后这一本呢已经在我的 YouTube， 你找 Dr. Lee 你就可以看得到整本。这个 Book 1呢我已经在 YouTube 里面，我已经是放 video 那边解释每一面每一题。这个 Dui Bahasa Level 2呢在卖着，所以我要等到我的 lesson 30完毕，我就会开始在我的 YouTube 上这一课，整本每一题我都会跟大家讨论。如果你有兴趣买的话，我都有书，你可以WhatsApp 给我0197878299，你可以 WhatsApp 跟我讲，我就会把书寄给你。然后这个是我的新课程，其实也不讲新，为什么已经是开始了，6月6号这个。一个是6月6号，一个是6月7号，已经开始，现在已经是，今天是7月17号了，所以都已经上了一个月半。现在这一班就是书写啊，理解啊，这个是单词翻译，翻译就是从国文翻译去英文，语法啊，还有这个发音。这一班呢就是绘画，不过比较初级的，马来文去英文，马来文这样子讲，英文怎样讲。然后这一班是对于那些已经会英文，不是很流利，不过可以。那有public speaking 就是个人演讲 ，forum 就是团体讨论一个题目 ，dialogue 就是对话。所以这一班呢，这三班都有，这一班也有，不过这一班目前。报名的人是个人的，他们不是要团体的，这两班是团体，这个是个人，因为他有个人的要求这样子。 OK， 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联络我，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参加团体多少个月的课程，
只要你有面对问题，你想解决你的问题而已，你工作也好，你的大学也好，你的生意也好，你遇到一些困难，不确定这样子是对还是不对，你可以WhatsApp 给我，跟我预约一个到两个钟头呢，我解决你的问题，就是跟我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啊，我解决你的问题，这样子也行了。OK， 所以请大家给我一个like, share 和 subscribe， 然后呢，我们到下一个 video lesson 20见。OK， goodbye。